国家联席会主席朱展伦，全家华人联会主席蔡洪安，加拿大潮商会副会长朱春雄，加拿大白求恩协会创会会长古诗安，列治文市区基金发展部主席袁威。各位，我们现在第二排也开始站人，然后我们联席会的共同主席单位们，请大家过来一下。各位联席会的共同主席单位，我们站到第三排来。各位，李慧还接着进。各位嘉宾来自于加拿大四川同乡总会、加拿大福建工商联合会、加拿大移民投资协会、加拿大中国大专校友会和上海文化经贸会、加拿大广东华商总会、加拿大河南同乡总会、加拿大冰酒协会、北美贵州商会、 BC 玉石协会、加拿大陕西三秦联合总会、加中青少年文化交流促进会、加拿大中国国际旗袍总会、温哥华老年华人协会、加拿大重庆同乡会、加拿大腰鼓协会、加拿大华密公益会、加拿大民族民间艺术协会、北美艺术家协会、温哥华岭南总会、巨星舞台、大宝艺术学院。感谢我们所有华裔社区领袖以及义工，包括说各位合作方的大力支持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现场活动，再次感谢。还有我们其他的，第二排站不了，到第三排来，到第三排来。联席会的共同主席啊，完全也来了，赵文田进来，进来，赵文田进来。没有第三排，第三排。联席会的共同主席们，朱先国，朱先啊，朱建国在哪里？NC603L 那车谁的？过来，来，可以站第三排。来，二位，叫了。所有在场的联席会的共同主席或者共同主席单位的成员，请上台。我们今天协办单位齐鲁商会、安徽同乡会的各位在场的朋友，请上台。上来。哎，各位，我们有太多人需要感谢。在这样一个合影环节，我希望每一个出过一分力、每一个奉献过你们的时间和爱心、融入到这个团体的成员，都勇敢地走上台来，跟我们一起拍照合影，留下这个美好的瞬间。好，记住大家好，往前看。各位，我们不要看自己的谁的手机啊，向统一向前方看，看前方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，看前面。和加拿大国旗的方向看着我们的镜头，保持微笑，一起留下这个美好的瞬间。好，注意 One, two, three， 再来啊，再来 One, two, three。 好，非常感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请回各位。